都是平行的，都是五院啦，宪法机关啦。我所了解的啦，行政院的主计处哦，对行政院底下各部位的支出哦，扣得很紧的，对司法院的奉水都不敢动你们了。还有。对嘛，都不能动你们，所以他只能自会。我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你刚刚说，虽然你增加只有什么，全部的增加什么1.59了，低于中央政府总预算的1.74啊等等的。可是我们可以看了有几个东西啊，就是你们那个人事费啊，司法院的人事费每一年从96年度到101年度啊，每一年都剩4亿到10亿啊，你还在增加，每年都增加，可是每年都剩。每年都剩这么多，行政院都不敢讲话，因为啊，就是基于各院之间彼此尊重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都是按照预算框列，但事实上你个人用不了这么多，你们每年都剩4亿到10亿，观感很不好啊。当年春季还将每年增加，你要不要讲一下？这个是人事费是确实如委员所讲哈、哦，以往是剩余比较多，那我们也根据过去的这个经验哈、哦，在逐年减列。没有减列啊，你还是增加。没有。你还是每年都增加啊，就。没，你还是增加、啊。那个框有比较，对、啊，像今年也减列24个人了哈。近6年来每一年是剩哦，那你何必列呢？我们中央政府已经穷得要死了。那不就少列就好了，你就因为行政不敢动你啊，只要我们立法来动啊，不然怎么办？我们看这样子，这个砍掉4亿以上都没问题啊。不是这个因为有待要禁用的人员，所以一定要法院、啊、你们就是有待都没有嘛，结果都没有。秘书长，事实是如此嘛，对不对？你们都想说我今年可能增加，这结果就没有啊，我要增加啊又没有，我要增加又没有，已经连续6年了。还有一些已经达到、还有一部分，一个是禁用缺员禁用，还有一部分是已经可以退休的，达到退休的，那我们必须要编列法定预算啊，就没有、啊、因为你不晓得，事实不晓得他实际上什么时候退休，他随时可以。你们司法院很混的、啊，这个是很混，这个叫混，你知道吧？对不对？剩这么多4亿到10亿，每年剩呢，然后你们都是视若无睹，行政也视若无睹，不敢动你们，只要我们来动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对不对？而且这砍了没有影响啊，对吧？砍没有影响嘛？还是会有影响。什么影响？你告诉我，有人要退休的时候没有钱。你告诉我，去年剩多少？102年度剩多少？剩下是。101年度剩11亿，去年剩5亿以上左右。我就说以往我们确实剩的比较多，那近年来我们已经在逐年核实减列当中哈。就去年还是没有核实嘛？你跟我讲去年剩多少？去年剩多少嘛？剩多少？你跟我讲。去年你不知道嘛？102年度嘛？因为数据太多了，我要看一下。去年17亿，剩余剩多少？4亿。102年度哈、啊、是剩今年度了哈、啊，预计剩余是1.7亿。那剩两，那刚好，我写一个提案。砍2亿啊！啊，不行啊！我对你们客气了，是吧？砍2亿刚刚好。这样的话，来，你101年剩11亿。哦，不是，那个是以前呐、啊，没有。101年度剩11亿啊！101年度剩余是4.7。有一年11亿了。哦，那也是以往啦。96年到，我就跟你讲，90年到101年，剩4亿到10亿，11亿之间，最少剩4亿、最多剩11亿。然后说今年预计，我跟你讲，你那个是。随便说说啦，我保证你今年剩2亿以上，所以明年砍2亿最少，2亿起跳，刚刚好。就是那有些明年因为有各位法官各位这样讲哦，对司法院的伟大的法官、司法院伟大的长官都没影响哦，现任都没影响。我们秘书长是说要增加，要框列增加，是虚的，碰轰，哎是吧？哎，第二个一样，你们碰轰很多，一样你们的办公厅哦，吼、哦，你刚刚讲什么资本建设哦？你们大幅成长哎、欸，大幅成长将近50%，结果你们的执行力从98年度到101年盖房子，执行力98年开始多少？12.3%、18.7%、30%、54%，踢踢踏踏，真踢踢踏踏啊！然后要这么多钱，奇怪呢，对不对？你
这么慢，再来资本支出，再来你那个车辆哦，车辆人家法务部今天没有来啊，最近法务部衰尾了，你们同样是司法机关哦，你们的新购车辆的支出是法务部4到7倍啊，太垮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们来，新竹地院的有没有？新竹地院的院长有没有？来，院长来一下，一起啊，在院长旁边。江院长。江院长是吧？喂，早。哦，这么年轻。来，你们那个勘验车哦。是。现在公务车、行政部门公务车都是2000cc 以下。是。你们登山新竹山区我知道多。是。对不对？有3500的，有一部3000没问题。可是你们也有到2700的。就是你们车辆啊，新竹的就用的特别大。你看那个行政部门就2000cc 以下，只有你们呢。用到快3000cc 了，是，平地你那个山地有山地勘验车，那个3500我们接受没问题，平地不用那么贵吧，不用那么大吧，啊？为什么其他地院那个秘书长你看好，其他地院包括宜兰的、台北的什么，全部加起来，通通没有超过2000，只有你们是2500、2700，新竹地院了、啊，我跟你讲，你搞不清楚什么状况，你知道状况吗？是，啊。我们目前使用的车辆都已经超，就是要汰换的。我不是跟你讲那个啦，我就说你们是最好大喜功的啦，那别人都是1000多，你们就2000多啊。你现在换了要换2000多啊？那个是没有。有啦。你搞不清楚啊这。新竹地区路况比较差啦。我们这边不是新竹县，他有登山勘验车哦，有登山已经3500啦。是。我们就给你没问题啊，但是你平地不用那么大啊。是。我们行政官员的部长都做2000cc 以下的、啊、你为什么这么大呢？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你们那边特别伟大，新竹山区那有那个登山勘验车，有登山呢、啊、登山3500的没问题，已经给了、啊、对不对？你那个地方法院只有你，其他没有、欸、其他人家都是1990 1900，只有你们要2700，就山区3000，我已经讲了，不要云雾混珠，山区的登山勘验已经3500给你了，不能乱糊弄。其他的，你们都太高了，比较一下。秘书长，你要定一下，你要一次。那个院长请回吧，院长请回吧。是。啊。是。那个。所以，我现在这里，我对你的资本支出、办公厅设执行率这么低，你们的汰换的车辆是要买新车是法务部的4到7倍。这个东西很离谱啊！这个东西我觉得行政部门不敢碰你们，我们立法院我们有职责要看你们。我觉得不然的话，我们对不起老百姓。那个秘书长啊，你不必护这个东西，大家的法官的这些东西我们不会碰啊。但是最后一个，来，那个院长请回来，等一下事情再跟我讲啊。院长先不要讲，来，因为我时间有限哦。你们从去年开始哦。我们开始办司法官的评鉴，对吧？对吧？啊、对，法官评鉴，法官评鉴，我们最高法院上诉、发回或者更审的将近1400件，结果你们评鉴只有7件，1/4，所以只有评1%，对不对？1%，我那代表。你们都很好啊，都不需要评鉴啊，那评鉴的就这么少，然后结果怎么样？结果人家认为这个大部分都不满意啊，不满意的很多啊。外面律师的一个里面来讲，大家对你们评价，外面的评价是很低。然后这个很低之后，我们要看到你们还另外领了一些的，另外又领一个叫做。有个钱呢、啊，啊，九职等调了，每个月增加33000，690点每个月增加38000，710点每个月增加37000。秘书长，这个这个
我们看不懂啊，这到底为什么突然平静之后你们又开始加薪了、啊？没有，这是根据法官法那个，因为法官不列官职等嘛，他也分成24级，那这样对比照过来的。那刚刚委员讲的工程的问题，确实以往的时候这些工程都执行比较慢，但是我刚刚列表就103年度陆续工都要完工了，那进入实质高峰付款的阶段，所以一定要编列这个预算嘛，哈，那这个是以往执行比较落后，那预算我不会砍你的那个工，但是我们要冻结，因为我们就要看你进度怎么做，因为这一部分进度才太慢。你回答问题，为什么不列官等的职等还可以另外领薪水？为什么？不是，那他就是对照了有一个24级的这样，那对照过来啊，依照那个也是经过跟全序部哈、哦、考试院这样会贤哈、哦、定出来的一个集聚哈、哦。这个我跟你讲了，这个东西啊，秘书长啊，是你这样回答跟外界期待差很多了。法官常常恐龙法官判的东西，像最近毒有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个毒害有的事情，罚则罚那么一点点。这跟期待跟恐龙法官跟外面期待这么差这么多，换言之，社会对你们是不满意的。结果你自己找名目，拼命给自己加薪，拼命加，不列职等的也加薪，每个人加3万5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加，也有人是比较少的，也有比较少的，最少加35000了、啊，怎么没有呢？拼命加 啊，就数字在这里啊，怎么就没有？也有比较，也有减的、啊，没有、啊、那个有啊。减了多少？你跟我讲，几趴？减了几趴？我再另外再算给你，算个数字给我，你算个数字给我，全部都加。我跟你讲，然后外面的反应是这么差，然后自己送审的评鉴，自己送评鉴的，你看1400件里面只有7件，2%。委员不是这样讲，不是说每一件最高法院发回更审都需要送评鉴，评鉴依照法官法，它有一定的条件，你必须承办案件里面有重大或故意或重大的违失，或是有一些不遵守规范的，这些才需要，不是说每一件发回更审都需要送评鉴呐。我求你那个白玫瑰运动啊，你到现在已经2年了哈、你们当初说建制妨碍性自主，因为那时候恐龙法官嘛，才有个白玫瑰运动，你知道这个吧？我知道，判了乱七八糟的这个妨碍性自主量刑资讯系统，现在做的怎么样？哦，那个已经上路2年多了。现在怎么样？很好啊，大家有时候在用啊。不仅我们量刑资讯系统是依照各类犯罪来建制的，那个妨碍性自主是其中第一个做出来的。另外，接着我们对毒品、枪炮、酒驾都做出来。资讯系统什么时候开始？已经在上路了。什么时候上路？老早已经上路了，而且跟着，因为立法院也改了好几次酒驾的那个。我要你那个法官加薪的那个资料给我。那我们也修改了好几次系统啊。